我想明白，又想什么都不知道。一无所知的 MV， 今天期待等一下跟这个拉拉姐见面。要如何不担心那只掉队的飞鸟？最近要记得看 list 哦。这个照片呢，它是在我眼中的一些事物。说不定我有一些奇怪的审美，所以照片不一定好看，加紧看一下，好吗？要如何给地心中下一点光？关于人生，我何时开窍？这是我第二次跟佳音姐见面。今天呢，她上刀山下火山包，反正就是友情相挺，非常感谢她。她好冷，哈哈哈哈。没人真的知道，要如何给雪花一个暖暖。不担心那只掉队的飞鸟，要用多少眼泪才能酿出一个完美的夏？要如何帮流星改写坠落的？现在是下午的3点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太阳还挺大的。好，我看还有很多人在聊天上。今天会是一个拍MV的好天气。为人生给我的，我该如何才能回报？要如何让流星不怕飞得高？要如何给地心种下一点光？关于人生，我何时？最后一颗，你觉得最后一颗是篮球还是足球？好，三包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导演。好累哦。现在是几点钟呢？下午4:30，对吗？如果再工作一个半小时。我们就工作满24小时了，鼓掌！哦，好了，该回去休息了，好吗？人记得期待一无所知哦。